一飞冲天。这样啊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战神。没带魔抗符文，一起往回追，就打 A 一下，往回退，一会儿回头。跑不了。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我们回一下，换血瓶 ，A Q 一下。我为啥往回退这小步？就是拖 Q， 他 W 五秒比我 Q 更快。直接 Q 这一下，直接 Q 是不会被骸骨减伤的，往回拉扯一下。退出他攻击距离，并且他开的 W， 我们就不要回头了。他 W 二百码攻击距离，没法拉扯。他只要冲出他就死。血屎摔。薛师摔，完全可以真照顾我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薛师摔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别走呀！装一波掉线，他会不会上头呢？他没有重伤，我这个装备随便杀他，一技能晚点开就可以了。我炮车都补。算了，这人有点谨慎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想顽皮，俩人连个重伤都没有就过来找哥们玩，用 Q 去免疫一下邪的，去用 Q 去免疫一下诺手的无情铁手。都是挨板的人们，我这会儿跟你说是不用管我，你再来我可就准备跟你说滚了啊。趁着这会儿致命节奏加满弹三下，猛推一下。我变成了怪物，冲我逃就是怪物了。野兽。鲜肉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Surprise! One. 他秒不了呀，还得交点技能，交就交吧，也无所谓。鲜肉。
这里太危险了，不在这里待。这城市就是我的猎场。往回退一小步，然后用大招去免疫掉昏睡。小细节。没大招还是别操作了。忘了他没大。哎，鲜血追猎，600，那是600，你别拆。兄弟们，这个大招你看，我回城50秒，过来就又好了。但是我能让辅助少吃到一波钱，把让辅助少吃，女子得分，哎，很赚，赚的很。这波属实是赚的很。哎，死亡之舞，把队友当做诱饵。我直接露头他就跑了，他手里有 W 他会跑的。这拉克斯跟着我好像是吃香喝辣呀，他都上去浪去了。真的感觉拉克斯跟着我哥们吃香喝辣。大招免疫他的攻，不免疫奥克的攻，跟上卡特斯，西欧并没有跟上，无所谓，先吸血。OK， 你的枪火冲锋，吸血。就免疫昏睡，就吸血，拉开，周桂鱼过去，可以转，R 住对面的 AD， 回头可以，开秒表，用他大招，他 E 技能要好，但他没有直接放 E， 我有点难受，显得我这个秒表好像很呆。我其实是在预判，大招太久了，等会儿再打。卡特难道说，哇，刀剑上起舞是吧？算了，拆了没意思。哎，再杀一个。拆了。队长。